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又来到我们整理。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到我们整理摄影师房间的第五集啦。那么今天要来整理我们身后的一些控光设备，还有我们的灯具本身，就是像反光板啊、柔光罩啊、控光幕之类的。那么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事。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又来整理摄影师。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又来到整理摄影师房间的第五集啦。那我们今天要来整理我们身后的。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到我们整理摄影师房间的第五集啦。那我们今天呢，要来整理我们身后的控光设备，就是灯光的部分，像是有灯具啊，有柔光罩、反光板、控光幕，就把它整理干净，让它放到该有的位置。那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小桌子，也可以顺便清理。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整。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到了。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到了整理摄影师房间的第五集啦。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整理我们身后的。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到我们整理摄影师房间的第五集啦。那么今天要来整理我们身后的控光设备，还有一些灯光的器材，就是灯光、反光板、柔光罩、控光幕之类的。那我们也顺便把我们地上这个小死。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到我们整理摄影师房间的第五集啦。那我们今天要来整理我们身后的控光设备的东西，像是有灯具本体啊，有反光板、柔光。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到我们整理摄影师房间的第五集啦。那我们今天要来整理我们身后一些柔控光设备。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整。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整理摄。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到整理摄影师。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到我们整理摄影师房间的第五集啦。那么要整理身后的控光设备。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到我们整理摄影师房间的第五集啦。那我们今天要来整理我们身后的。柔光控光设备。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到摄影师。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到整理摄影师房间的第五集啦。那我们今天要来整理我们身后的柔控光。Jesus Christ.Hi, my name is Kai Yuan.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到我们整理摄影师房间的第五集啦。那我们今天要来整理我们身后的控光设备，就是有灯具本体啊，有反光板、柔光罩、控光幕之类的。那我们就把它放到该有的位置。那我们也顺便整理一下我们这个小小白色桌子，让上面的东西清空，让东西也放到该有的位置。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